以祈祷世界和平、众生安乐为主题的悲智行愿无尽灯2015蓝皮尼共灯祈福盛典于佛陀诞生地圆满承办。此次活动为期一个月，共灯1000万盏，参加现场祈福的各国僧众近千人，义工近万人，规模之大在佛教历史上史无前例。此次共灯发起人是大圆满传承祖师无畏如来牙尊者的转世慈诚加参仁波切。早在4年前，仁波切参访尼泊尔，由于忧心当前地球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异常、各类自然灾害频发、各国经济危机、国际间战争炮火不断、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陷入危机，世界需要和平，众生祈愿安乐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为早日实现众生的期盼，仁波切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世界和平满愿塔前发下宏愿，要为祈祷世界和平、众生安乐，在佛陀的故乡点燃1000万盏酥油灯，祈愿人类远离烦恼与灾难，世界充满友爱与光明。法不孤起，依缘而生。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尼泊尔国家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蓝皮尼开发委员会、国内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下，尤其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尼泊尔中华寺方丈上印下顺大和尚的指挥协调下，在各国寺庙高僧、全世界各地发心居士和十方善信等的积极参与下，蓝皮尼共灯祈福盛典筹备就绪。2015年2月18号，在中国农历羊年除夕的当晚，悲智行愿无尽灯祈福盛典于尼泊尔蓝皮尼园庄严开幕。参加此次开幕大典的由共灯发起人慈诚加参仁波切、中华寺当家师钟勇法师、蓝皮尼开发委员会秘书长、蓝皮尼园内各国寺庙高僧大德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和居士。尼泊尔时间晚上7点整，释迦太子大道两侧代表中国56个民族共同祈愿的56个供灯台上的万盏酥油灯全部点亮，手捧莲花心灯、身着统一服装的义工队伍整齐排列于太子大道两侧，共襄祈愿世界和平的供灯盛典。7点30分，主持人宣布蓝皮尼共灯祈福盛典庄严开幕。伴随着悠扬舒缓的迎宾乐曲，由慈诚加参仁波切及各国高僧大德组成的迎请圣火队伍缓缓步入太子大道，供取象征着和平之光的圣火随后引领所有与会队伍步入盛典主会场。恭请嘉宾将和平之火置于圣火台供奉。中文、韩文、日文、巴利文、藏文五大语系高僧用本语系唱诵祈愿文，表达对世界和平、众生安乐的虔诚祈祷。最美梵音演唱家琼英卓玛出席开幕并音声共众，梵乐声声，禅韵阵阵，将现场气氛带入了宁静祥和的境界。
当地时间晚9:03，中国时间子夜12:00，新年的钟声敲响，主持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祝福后，李请慈城加餐仁波切向所有的嘉宾祝新年贺词。粗沙施佛，佛心受，怪石共僧，僧不闲。为了增长发心者的福德资粮，此次盛典特意安排了供养僧宝的环节。各国僧人作为清净福田，接受十方善众代表的虔诚供养。福田，福田千万莲，莲心出日月。传承诸佛菩萨的悲智行愿，共登盛典开始传递和平之光。全场同声齐诵阿底峡尊者的共登祈愿文，伴随着清静优美的旋律，慈城加餐仁波切将圣火传递至各国高僧，再传至现场的每一位光明使者，直至每个人手中的莲花灯全部点燃，灯光辉映，愿海无尽，每一盏灯都承载着众生无数的期盼，每一盏灯都传递着祈愿世界和平的心声。灯灯相续，点燃的是希望，传递的是慈悲和大爱。最后，慈城加餐仁波切及各国高僧大德引领全场供灯队伍，来到蓝毗尼园圣水池畔的千年菩提树下发愿回向。1000万盏供灯活动从2月18日起持续进行一个月。蓝毗尼园释迦太子像前的河道两岸是我们这次供灯的主现场。中华寺、韩国寺、萨迦寺、噶玛噶举寺、加拿大寺等也都为这次供灯提供了种种方便之门，提供法堂，开放点灯房。供灯现场每天从早晨7点开始供灯，夜晚到11-12点才回去休息，每天超过15个小时的供灯时间。佛经中记载着供灯的种种功德，可以快速实现心中的善愿。点灯可以作为殊胜的缘起，通过众人共同发心祈祷世界和平、众生安乐的大愿，而汇聚成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因为充满了爱而形成一种正能量，可以消除心中贪嗔痴的烦恼，可以化解自然灾难与战争，能给世界带来幸福与祥和。燃起明灯，内心会变得宁静喜悦，过去压抑封闭的心也会因为一盏盏明灯而变得自在、光明、智慧。尽管每天供灯10几个小时，每一个人都在欢喜地承担着，每一天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越来越显现出祥和与宁静。供灯的喜悦使每一位义工忘记了疲惫和病痛，忘记了烦恼和忧愁，静静地点燃一盏盏酥油灯，默默地在心中发愿，祈愿世界和平，战争不起，祸患不生，祈愿地球母亲风调雨顺，众生幸福安乐，祈愿佛法兴盛，正法久住，祈愿平等的大爱在世间永存。供灯的温暖凝聚成爱的暖流，在每个人的心中流淌。在释迦太子像前，在圣河水畔的两岸，在各国寺庙的点灯现场徜徉着，这种超越宗教的大爱更成为一种吸引力，使得朝圣旅游的各国人士路过这里都会欢喜地参与到供灯活动中来。
供灯现场点灯的人数越来越多，所供灯数最高的一天多达61.2万，通常一天供灯也在40万左右。蓝皮尼园内各种肤色、各种语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因缘承载着和平大爱的供灯活动，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跨越宗教，因为有了共同的心愿而让爱心汇聚到一起。同一个动作是燃灯，同一个心愿是祈福，同一种表情是喜悦，同一句话是感恩。此时此地，每一个人的心都深深地融化在这浓浓的爱的氛围中，这份爱随着燃起的盏盏明灯而升腾着、弥漫着，带给宇宙苍穹、带给世界人类爱的正能量，慈悲无界，大爱无疆。藏历神变月，为期一个月的悲智行愿无尽灯供灯祈福活动，于2015年3月17号，带着世界各地所有发愿随喜者的衷心祈愿，在释迦牟尼佛诞生地的蓝毗尼园圆满落下帷幕。慈城加参仁波切、中华寺当家师钟勇法师、蓝开伟秘书长，来自20几个国家的高僧大德代表，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发心义工，共同见证了殊胜圆满的闭幕式。慈城加参仁波切、钟勇法师致闭幕词，分别表达了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尼泊尔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蓝皮尼开发委员会、蓝皮尼各国寺院和世界各国高僧大德以及所有发心义工的赞叹和感恩。闭幕式上，30万盏酥油灯美丽如画，绵延圣河两岸几公里，灯光点点，汇聚成一道道光的彩带，和光万里，法界同明。一个月来，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人曾走到这里，满怀虔诚与恭敬，停下脚步，弯下腰身，将一盏盏酥油灯点亮。一个月来，一批又一批朝圣者从各地奔向这里，加入到供灯行列，只为亲身见证这千年圣典，点一盏灯，许一个愿。一个月来，近千名发心义工放下工作，放下节日，放下一切，夜以继日，承载着和平的大愿，默默地付出着。一个月，点燃1000万盏酥油灯的壮举，这是一首大爱之诗，奉献之歌。2015年3月20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世界和平满愿塔前，悲智行愿无尽灯供灯祈福盛典大回向。60000盏酥油灯、5000盏玻璃莲花灯、3000盏水晶莲花灯流光溢彩，花灯绽放，将世界和平满愿塔照亮。天上繁星，地上新灯，善愿如海，满载和平。蓝皮尼供灯发起人慈城加参仁波切、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及夫人、尼泊尔政府相关领导、蓝开伟秘书长、世界各国高僧、义工志愿者及朝圣者、旅游者和当地民众近万人，身披花环，手捧莲灯，依次环绕满愿塔，共同见证着史无前例的千万盏灯祈福盛典的大回向仪式。慈城加参仁波切为大回向致辞，感恩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尼泊尔政府、
蓝皮尼开发委员会对这次法会的支持，感恩上印下顺大和尚的慈悲，感恩各国高僧大德的护佑，感恩各地义工的付出，感恩央视导演组对全程供灯法会完美的呈现，感恩所有十方善信的随喜参与。在供灯祈愿文的唱诵中，30多天的日日夜夜即将功德圆满，愿我们具足菩萨的悲智行愿，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们祈祷世界和平，众生安乐的愿力广大无尽。慈诚加参仁波切敲响和平之钟，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愿此和平的钟声遍布法界。2015年神变月，尼泊尔蓝皮尼及国内各地随喜供灯总计1100万盏，悲智行愿无尽灯，供灯供僧祈福法会圆满结束，祈祷世界和平，众生安乐的善愿早日圆满。佛陀诞生地蓝皮尼，一个月上千僧众点燃1000万盏酥油灯的伟大壮举，将和平之光传向世界，前无古人。愿以此缘起，祈愿世界和平之火灯灯相续，光照大千。